各位苗栗乡亲，各位苗栗的亲爱的父老兄弟姐妹，大家好，我是韩国瑜，我是谢福宏。特地找来那个男人韩国瑜同框拍影片，谢福宏特别选在国庆日这天对外公开，特别想发自内心讲一句话，莫忘世上苦人多，苦民所苦，谢福宏拜托大家拍到看看。搬出招牌台词，替郑蓝军同党同志助选拜票，谢福宏也跟着一搭一唱，两人同框拍影片，其实背后目的就是要集中蓝军选票。因为摊开数据来看，2020年总统大选中，韩国瑜在苗栗得到164,000多票，得票率超过50%，显然韩国瑜这张王牌在苗栗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。经过每一双手拜票，前总统马英九特地南下苗栗，陪着谢福宏走进市场，拉抬声势。现场挤得水泄不通，可见马英九在苗栗人气不减。接连两天找来蓝军大咖、政治明星加持，看在对手阵营眼里作何感想？那至于谁跟谁合体，我们都祝福他。难道不支持杀人的候选人，就只能支持高雄人不要的韩国瑜相挺的候选人吗？左打韩国瑜，右批中东锦，话说得很酸，但也凸显韩国瑜这张昔日蓝军王牌现在到底还有多少人气。苗栗三强各自解读。记新闻张建中、黄萱萱采访报道。